压住这个最痛。你怕不憋的挑菜就可惜，我挑菜就不可惜。活着十根青天玉指，将来是用来指点江山、宏图大业。那我来给你挑菜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林楠，帮我请一个纯玉老师。好的。珊珊，嗯，今天怎么没有去老板办公室吃饭啊？我感冒了。感冒？传染给老板不就不好了吗？估计这感冒十天半个月都好不了了，是吧？哎，你们离我远点啊，不会都传染给你们。老天保佑，让老板找到挑菜挑得更好的人，最好是把他服侍到完全忘记我薛珊珊的存在，那这场病生的也就值了。赵亮，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。方便面也能吃得这么开心，真是没心事。在这儿啊？嗯，珊珊经过这里，我让她进来陪我坐坐。嗯，啊，那个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们慢慢聊，大老板再见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徐珊珊，大老板，你感冒好了？啊？哦，还没好呢，你可离我远一点，我可不想传染给你，如果传染给你的话，那罪过就大了。嗯，所以那个挑菜可能也……知道了，从明天开始你安心的上班，不需要再帮我挑菜，好好的保重身体。就是说，我以后再也不用上楼吃饭，再也不用挑菜，我就这么解脱了。
石珊珊，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跟我说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行行行行行。大熊猫了啊！我风腾喜欢什么东西，需要你承担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人家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半夜十一点了还加班，这姑娘还真较劲。杜凡。